来，来，因为想，来，今天看我早上起来，来，你跟他看见 OK 不哈？我早老的把你安排了。今天第一天，妈妈不在家。现在6点，我起床了，因为我早上有工作。很好，今天美女卡加。蓝英现在干活，他煮菜，我不知道什么菜。现在要快点开鸭子，因为他们现在叫我声音太大。嗯，对，我现在很漂亮的。你们听到了，他们叫我现在。哦，他们开心。快点快点快点，来不及来不及，快点。干嘛？我在这边，你们不会来。好，我走了。有一点难，早上起床。我想你们可以看我脸。哎呦妈呀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叫我声音太大，你们不能这样子的。等一下，我给你们吃饭。水有，吃饭没有？现在给。嘎嘎嘎嘎嘎嘎。叫什么叫？旁边人都听，你们还没出来。来了，你们跑去哪里？哎，快点吃饭，早上肚子饿，快点快点。现在要给菜水。莱茵，啊？对。大哥，晚上有给水，现在早上也要给水。现在要给宝宝和作业做饭，因为他们起床了，然后也要吃饭。哎呀，那第一天起床有一点难，但是现在好了，没问题。妈妈在家，这个是非常舒服的，因为我早上起床，我不要想什么什么吃饭。现在每天我要想要做什么。早上、中午和晚上，谁每天做饭，谁每天谁现在明白我，因为每天想做什么这个太难。我现在要做什么？应该是做粥，然后看一下做什么菜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大家你们也是这样子的吃法？早上吃简单一点，要肚子起床。我听到了电视的声音。哎，快点，桌子怎么拿这里来了？我要放这边，但是太累了，现在洗洗。等我呀，我这不是来了。等你几点你会起床？几点会下来？我早上6点，你不要说，你不要说我几点，我就说我早上9点。怎么样今天？早上起床有一点难，但是我知道要快点起床，因为我下来牙齿声音好大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都叫我。他们现在不叫病了。那我说他们叫看见看见看看看看。那我说他们等一下，然后下一次不能说声音大一点，因为旁边人会听。我没有快点走。早上还没起床呢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早上还没起床，然后没有快点开门，你知道吗？
可以说我们结婚半年，嗯，半年我们都是好的，在乌克兰生活和我父母一起，嗯，在中国生活和你父母一起，嗯，我们没有两个人的生活，好的和宝宝四个人的生活，嗯，你知道？现在可以说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没事，我知道会难，因为现在事情很多，但是没事，我喜欢新的东西，我喜欢鞋，看一下。看怎么样？看你老婆好不好？是这样子的。我现在说还可以，你会不会揍我？很好。等一下，我脑袋很好。在乌克兰，老婆没有听话。没有。在乌克兰，你敢打我吗？爸爸妈妈看着呢。在中国。对呀，现在没有方便，可以。以前妈妈要放那边桌子，夏天开门吹风，凉快啊。对，凉快。现在凉快，天冷了，天气冷了。今天吃粥和鸡蛋。好，咱们先去看一下。看一下我老婆今天干的活怎么样？嗯，摩托车停这里挺好，没有晒太阳，表扬一下。去超市买菜，你还有说，哇，你今天太早，哦，我不知道要说什么。你要说，我以后每天都会很早。我要说，但是我不好意思，因为他会想，他现在早起床干嘛？不是，你跟他说一下，我婆婆去大连了，他都明白了。没有办法，不是，但是你没有看大连，他说，哇，大姐，你今天很早。你看。菜水都有，哇，他们喝水很快。嗯，啊，这个鸭子肯定要进行洗澡了，应该是要给他们大盆，然后他们会很水。你看这些羊不熟，天天过来喂他们，他们。要下蛋，没什么问题。我今天早上走，我想要做什么？因为今天现在是随便。嗯。啊，这边。嗯。这边。半分是100，嗯，我们也要做好，嗯，这个第二，见面也要做好。现在妈妈管不到，哎，嗯，来，你问一下，来，你今天看我早上起来，你跟他看见 OK 不哈？我早老的把你安排了。妈妈说这个菜要早上很早就浇水，对，下午要晚一点浇水。你现在拍视频，我要妈妈看。这个菜湿了啊！对，留下证据。来，对，这个菜湿了。嗯，这个不要现在，这个不是我的问题，妈妈，你看，这个不是我的问题，不要说啊。我去大连第一天就没了啊。菜呢？妈妈说，我去大连第一天就被你拔了。嗯，然后我看应该是这个也会问题。这个哈。嗯哼。这边长出来喽。那边是妈妈说的香菜。那个是香菜，对啊，这应该是胡萝卜，我不知道现在看不出来。你的工作什么？对，你要每天给我水。啊，明白。嗯，没问题。然后我还是想一想，我现在一个星期生活，然后我看一下，你工作了我干嘛？你做什么？啊，要磨合一下，太轻松了，要再加一点。